院同事继续审查社会局的预算，77页。请问77页各位有没有意见？78页有没有意见？79页有没有意见？80页有没有意见？81页有没有意见？82页有没有意见？83页有没有意见？84页有没有意见？85页有没有意见？86页有没有意见？87页有没有意见？三江村议员，局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局哦，有没有看过《不能没有你》这部片子？对，有。有看过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等一下就问到剧情哦。有看过的请举手。有看过的请确实举手好不好？所以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有看过嘛哈。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有看过嘛哈。副市长你有看过吗？不能没有你不是这部片子。没看过哈。这部片子哈，这个是2009年哦，这个由代理人这个导演的嘛哈。那当时也获得这个全世界啊，这个最佳电影奖啊，这个相继的在这个印度、在美国、在日本、在这个法国啊，那也在澳门都有得这个最佳电影奖。那这部电影呢，这个叙述的呢就是这个监护权的这个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在台湾呢也不是这个个案，我想，这个不能没有你这部片子里面呢，所叙述的就是社会局的人员呢没有人性啊，一切依法办理。所以如果还记得这个当时总统府还要求全国的这个社会局的人员哦，全部都要观看这部片子。那所以呢，这个虽然中央有这样要求，但我们还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社会局的人啊，这个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所以啊，你们不了解到说，这个不能没有你这部片子里面啊，到底在叙述的是什么？这个我们编了840万这样的一个预算，给这个相关单位啊来做这个监护权的这个案件的调查，但事实上来讲，这只是一个社团，而这个社团他们所判例的这个结果，可能就会导致有像电影情节里面这个。不能没有你的这样的一个情节的发生，凡事一切依法办理。但假若他有真的依法办理，或许也还好。但事实上来讲，接受我们补助的这个承包我们这个社团，对于这个整个案件的调查，目前来讲，在法甚至于在法院法官都认为说，他没办法了解到为什么我们社会局会聘任这样的一个单位。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社工的调查的建议，往往跟事实都有所偏颇。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次发言？其实还有没有人要发言？好，继续。那我们这个社工啊，这个委外的这个社工，他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往往啊，因为没有。这个不具有这个人性的这个调查，甚至于跟事实有所违背，甚至于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我想就像电影情节里面，他因为监护权这个相依为命的这个女儿被安置之后，爸爸看不到这个女儿，他必须四处的去寻找，因为法令规定爸爸不能够看到这个女儿，所以他。到处打零工，到处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去搬家。那发生在我们桃园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妈妈她已经要出国了，她一直看不到她的小孩，但必须由社工，必须由我们委外的这个社工，她去现场看过之后，然后呢来判断说他们到底可不可以见面。但是这个申请人，他在申请的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委外的社工说，我们很忙，我们案件很多，所以他已经要出国了。他出国在即，他出国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他的小孩。但是我们的社工是非常没有人性的，说没有办法，一切依法。那我们也很忙，我们不是只有你这个案子，而类似的案子当然在高雄也发生了。在高雄前不久，这个认养家庭也是经由社工判定到底，这个寄养家庭到最后他能不能认养这个小孩？结果呢，最后这个寄养家庭他要认养这小孩的时候，社工委外的这个社工的判定是说，寄养家庭没有坚决的想要认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结果害得这个小孩最后被美国人收养。结果呢，这一对父母啊，每天哭断柔肠。那所以社工如果今天没有一个非常具有爱心或者非常积极的，我们纯粹一个月一年840万来委外，我想局长有好几次这个我都有跟你们沟通过，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要认养小孩，结果呢，这个社工呢写了一个这个一段话说，认养者可能是因为要死掉了，所以才要认养。结果法院判那不行，人是要死掉了才要认养。结果事实上，这个认养者呢完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健康检查也都一切合格，连法院的法官都认为说，怎么我们桃园市社会局会委外的社工会写出这样的话，他也不所理解。这个我想也跟你们沟通过，所以我们这个编列840万，如果只是一个招标委外，然后一个。停。那个詹爷，你主张什么？这个，你主张蔡永芳议员。谢谢那个詹江村议员讲了这么多局长，我请问你这个。谢谢，我想那个詹议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好，谢谢。那个詹议员呢，非常的关心，而且亲身体验，就是有一些社工，可能这个专业的训练或者这个对问题的这个敏感度会有所不足了。所以在这块部分事实上我们要加强这个督导或者训练，让这个所谓基层，尤其第一线年轻的社工在专业能力还有对问题的这个所谓的敏感度各方面应该加强。确实社工在推广服务的时候，这种所谓同理接纳尊重，那我请教我们局长目前承办的单位是哪个单位？现在是我们那部分是助人者专业促进协会。助人者，对助人专业促进协会。那我们这是一年发包一次。对，那个我们跟这个单位在沟通以后，他们也做一些人事的调整，还有这个所谓的职前的一些训练、在职的训练，还有督导的一个体系都持续在加强。他们的社公司都有证照，对不对？是，都是社公司毕业的，对。但是就是正如我们詹议员讲的，可能比较缺乏那个敏感度跟同理心是这样的吗？对，这部分有一些他们。确实了，我们这个案量是非常大，一年有将近1200多件。可是，正如詹议员所讲的，不能因为工作量的这个负荷重而这个所以降低这种服务的品质了。
这种专业的训练等等，我们会持续来督导加强，让他这个作业。那请问一下，这个单位总共有多少个社公司？现在我请这个详细的情形请科长好来。目前社公司有五位。他五位？对。1200多件，还有三位心理諮商师，所以他是5+5+3，总共有八位，还有一位督导。八位人员要处理1200件啊，这个案量。一年的这个量。那估计预估。那平均起来一天几件？根据做报告，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方式，而且它会延续性呢、啊。它是一次性。哦，一次性就算一件，对了。对。哦，那等于说一天处理3-4件，对了。对。哦，这样感觉上还可以的。我以为说是延续性的，就接了1200个案件，那怎么可能呢？好，那请我们局长哈、哦、加强督导好不好？针对某一些个案哈、哦，我们加强去了解好不好？是。好，谢谢啊，谢谢。针对一座的指教，谢谢。好，黄汝议员。请问哦，我们这总共有委托多少个单位？在这一块哈，就是法院委托我们做这个访查的这部分，是委托这个案子是委托一个单位，只有委托一个单位。可是，在社会局，因为委托的方案是很多了，这是其中的一项。那个局长，我是真的，我们常常会碰到社工，然后社工是要叫社工还是社工师？他称呼是什么？有证照的，有些是有考上证照的，我们社公司，在公职有公职社公司。那我们就通通统称为社公司好了。碰到这些社公司啊，有时候真的是相当的无厘头啊。我正想要骂他的时候，或者跟他那个理论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是委外的单位。局长，我希望啊，这些委外的单位你也要给他做一个识别证，委外委托哪一个单位，可以吗？是可以，这意见非常好。我们在他们的那个识别，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啊，他们的程度良莠不齐，我也不知道。真的啦，说实在，有办法的人哦，都考试考了，都去到你们那个社会局或是到社福单位去了，对。啊，针对这些人，我希望哦，委外的，希望你给他们一个识别证。是的。什么什么业务委托什么什么什么单位来处理，好不好？好了，这意见。因为我也碰到，哎，根本就是他一味的往那边倒，连警察都讲说这个家庭有问题，但是他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说不会啊，那好啊，家里很干净啊。哎，这个他是有这个爱心啊，我们不要污蔑他。哎，我跟你讲，那个收养的家庭，已经他自称为社工，他自称为社工，说新竹来的社工，啊，你们委外的单位还在替他讲话，对不对？哎，他不诚实，他有爱心，他为什么要谎称他是新竹的社公司呢，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们委外的单位啊要慎选，而且委外的社工，希望你们要明白的给他识别证。是的，可以吗？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是，我们就立刻来做。好，范刚祥议员。情况还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做一下补充说明哈，那请这个谷局长注意一下哈。事实上，这一件事情主要的争执点在哪里呢？在这些未成年人的这个所谓的法院交查案件里面哈，我们是委外给所谓的专业单位，可是对这个专业单位他所做的访视报告的内容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目前并没有任何的适当的救济方式。也就是说，因为事实上，请谷局长注意，在这些事件里面，当事人的情绪有时候对立的是很严重的，两造不一样的观点，有时候看法很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让他服气本来就是很不容易。那我问你，现在我们交给这些访视单位之后，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救济程序？只要当事人有争执的时候，他要向谁提呢？有吗？目前的有还是没有？目前是没有。目前没有嘛？那你想想看哈、哦，因为法院在这些事情的裁量上，他是尊重这些所谓的专业团体，所以他到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裁判呢？
他是听这些所谓去访视的人的报告，可是这个访视人报告假如说没有把双方的意见呈现得很清楚，而这双方的当事人刚好又是在情绪极端对立的状况之下，他会很不服气，他会来向我们民意代表来陈情。可是当我们民意代表受理这种案件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救济的管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立法上的疏漏。可是这个疏漏目前能够补正的方式只有经过社会局，经由你的行政督导，你并不是这件事情把它委办出去之后你就可以不要做任何后续的这个追踪。所以我在这边正式的要求谷局长，请你把相关这些案件的你的督导方式，以及你碰到争执当事人对这些事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应该要如何救济，如何适当去了解的方法，把它明白的用书面的方式告诉我们今天提出所有疑问的这些议员，包括詹江村议员、黄婉如议员，还有哪位？哦，蔡永芳议员。OK， 好不好？好，这些事情都要解决，因为的确救济管道的欠缺，再加上法院在行使这相关案件的裁量时，又是完全按照这些访视报告，这会造成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当事人严重对立的状况之下，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好，请注意这件事情，谢谢。谢谢。好，那个詹江村议员，那个。局长，刚刚您说到这个承包这一样业务的这个单位哦，他有几位社工？我们科长讲。五位社工，两位督导，三位心理师。好，五位社工哦，总共一年840万，平均分给这五位社工呢，这五位社工的年薪啊，一个人高达168万。没有，他还有一些房舍的这些好租金，房舍租金哦，不是纯粹人事费。好，他的房舍租金在哪里？在星光金融大楼。进去以后呢，他的访视房间呢很小。甚至于啊，访视房间在最炎热的夏天里面是没有冷气的，也没有窗户，我都不晓得消防怎么通过，哦，空间非常的狭小。那访视的这个问卷呢，是非常简陋的这个 A4 的纸，而且呢格数非常的小，那必须填写非常多的资料，哦，而且呢可能这个双方家长都必须要填，却要填在同一张表格里面，是非常的节俭。这么节俭，每年就这么多的经费，所以平均分担下来，这还真是利润不少。那也没关系，你如果够专业也还好。但是，既然这个家庭这个法院啊，都法官都已经讲了，说这个实际上访查员跟法官所看到的实际的例子，这个南辕北辙啊，他是一点都不意外，并且说啊，这是经常性的错误。那怎么是既然是这样子，法官也说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一个单位可以每一次都标到我们桃园市政府这个社会局的这个案例，哦，这样的一个委外的一个案件，哦，那个副市长，你觉得这个法官都讲出这样的话了？你不觉得这对桃园市政府是很大的侮辱吗？对，这个我们必须要检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必须要检讨。是局长，我说的，我是不是说谎？有没有这个样的事实？你们去了解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连法官都认为说很奇怪，那你这个单位还要继续，还要再编列840万，再继续来让这个单位再来委外吗？我是认为不要委外了，社会局自己承包，哦，把这一个预算就删掉。个人主张删掉，然后让社会局自己来承包，否则委外啊，这个多少人啊，这个啊不能没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这个破碎啊，就因为社工的不专业，社工的不用心，这个啊对于整个社会的遗憾是非常的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包括到这个，我想之前的古巴金物权之争啊，啊。这些都是啊，人力哈，人力确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发言刚才是主张搁置是吗？哦，没有做搁置。那个蔡永芳议员，好，谢谢哈。那个局长，我请教你哈，
对于这个团体啊，他总共连续标得我们桃园市政府社会局的这个案子。对这个案子部分呢、啊，我们已经跟他沟通了，结果他们确实他们也承认，确实是针对这个个案的社工，对，就这个个案。对对对，这个。那之前他来承包我们这个业务几年了？这部分今年第二年吗？对，今年第二年。这个根据这个内容哈、啊，其实。这是一个个案，但是个案造成的后果确实听我们詹议员讲起来非常严重。好，那我们希望你哈，希望你做一个总检讨。那至于说很多的案子哈，如果通通都我们市政府自己来做哈，我们人员上真的很难去做所谓的调配了哈。那我希望说哈，在未来标案设计上面能够采取对。对我们的加强督导还有训练，在这个服务的品质提升上哈，我们要再来努力了哈。那至于这个预算，还是请贵会议员哈能够继续支持。谢谢。那我想请问局长，如果我们自己来做，能力跟人力有办法吗？我到刚刚要五位社工、三位心理师加督导等等哈，这部分以我们现有的一个人力哈。确实会有实际的困难。那就请你刚正如我们那个范刚祥议员讲的哈，补足资料之后哈，然后跟我们做说明，对，然后做个检讨。我们也期待说更好的团体哈，能够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方案呐。那假如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团体，我们不管任何哪个团体的，在参与我们这个方案，我们都要加强督导，提升他们社工的一些服务的品质跟能量了。这块是我们必须要持续来做了。那也请都大会议员好不好，都能够支持这个预算哦，让我们继续来推动。好了，那个既然这个争议是这么大哈，我们暂时先搁置好不好？本席动议搁置，好不好？谢谢。好，那么蔡永芳议员呢主张，这个840万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附议。有没有人反对？那个。三言反对，所以我们呢就举手表决。那么我们请卓主任清点人数。韩主席20位。好，赞成搁置的同仁请举手，请坐到自己座位上好吗？你要重点人数。14位。好，反对搁置的请举手。8位。好，本笔预算搁置。请问87页还没有意见？王如议员。那个局长，刚才所提的这个单位哦，你能够把握他下个年度还是他在做吗？现在还没有确定，还没有确定，对，还没有确定，还没有确定。现在正在，因为要经过年度的评鉴，期中、期末的评鉴，评鉴成绩，假如是通过的话，我们也许是可以继续预约，或者是重新招标，让其他的团体。那你觉得他这个续约的可能性大不大？以目前来说，我不晓得科长这里还有没有了解，有没有其他的团体一起来参与。那事实上以桃园来说，确实有一些专业的团队啊，不像台北新北哈那么多这样的团体，专业的团队了。桃园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的协会等等，是目前还有待继续扶持。我想局长你应该要做一个那个评，你应该要做个评分，像这种哦，在议会已经提出来他有不适当的这个不适当的配合的话哦，我觉得你们应该要给他扣分才对。那这个单位是哪个单位？助人的专业促进协会。你说什么？助人专业促进协会。助人帮助人的助人。好，那他成立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他这成立原来是一位教授在担任
这个理事长，后来这教授离开，我的理解了啊，离开感觉这个主事者有些可能作风啦、啊、这些不太一样哦，要求的重点不一样了。后来现在那个教授这些，我了解是他们要回来整顿、加强督导，让这个协会重新哦，我跟你讲哦，这个民众的问题哦，我们不能够等待他去整军呐、啊。你也讲到说内部都有问题，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去？他们这个团队怎么可能专心的去做外面的工作？这强调的重点不一样。那目前假如我们在督导状况碰到有这些所谓基层的社工哈，这些经验的强化、专业啦各方面的能力增强，我跟你讲啊，你把这个团队的名字给我，住址给我。里面的社工的名字给我，啊，或许啊，他们里面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正式的这个社工师啊，啊，有的啦，事实上确实。你840万，请6个人，你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8个，5个社工，3个心理师。好，那这样8个，10个，100多万，对不对？然后所用的场所也不是很适合。对不对？那根本就是敛财的单位嘛！你也讲说内部需要去整合，对不对？好，87还没意见，詹江村议员。我想请教一下局长啊，这个单位啊，除了这个啊，我们给他的这笔预算之外啊，他还没有领其他的社团补助费。没有。你确定都没有吗？我们是委办他。他办了很多的什么性侵害、什么防治，这个什么？那是另外的方案啊，是我要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有70几个方案在委外啊。这个那这个协会的委外的方案，我现在知道这个之外，好像是还有其他的方案。哦。可是确切我现在手头这个资料。哦，所以他们8个人不止可以分这840万。这个方案的人力，那不可能再做别的方案。对，还可以还有分其他。这个督导也不止督导这个，还督导了很多。到底他包了多少案子？一个方案归一个方案。他到底包了多少的方案？你们不晓得。那另外他们办的这些公益活动有没有申请政府补助，社团政府补助有没有？我们一年补助这个单位多少钱？这部分呢、啊，我不知道哈，会后再还要再查嘛哈。资料对。所以哦，这个单位你看看，这单位里面本身啊就已经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这里面到底潜藏多少利益在里面？而真正的基层的社工却又流动率非常的高，而事实上基层的社工真正领的薪水好像就只有2万多，哦，所以就算这5个社工啊分到的钱啊也非常的少，大部分啊钱都哪里去了，哦，所以这个啊，而且啊法院已经都讲了，这不是个案，是不是法院是不是这样讲？法院是不是讲，这一个单位访视的调查的结果常常跟事实相违背，这样子这个单位副市长这个单位还可以继续吗？这个要调查。这里面到底是因为怎样？因为以前他们有政治倾向，所以就任由这样的有政治倾向高于一切的民众的利益的单位，然后来继续委外，继续让这个单位继续包吗？跟议员报告，这种人权的服务啊，不可能有任何政治的考量了。这点请议座放心。那你真正的人权不在这里吗？你可以看到副市长，你看看真正社工那5个，你知道那5个社工还领走多少钱？你知道吗？那个詹远将，你知道所有的钱都在哪里？840万，真正的社工一个社工一个月才领2万多，你知道吗？所以一年。那个社工一年才领走不到100万，其他才5个社工才领走100多万呢。那一年其他700多万是有几个督导，还是整个社团？这个社团的他们的财务呢？
而且他还不止包这一个包这个活动而已哦，他还包了好几个活动哦。我调查一下，我调查一下。好，苏翠玲议员。其实我想啊，我再特别的再声援一下刚刚詹阳春议员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姿势提大。你800多万的经费啊，其实我们这样讲啊，像这个在做访视啊，在做调查的这种工作啊，其实它是非常直化的，它不是量化，你没办法用量化研究，它是直化的。就诚如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第一名的医生啊，他都要选精神科，为什么？你很难去看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很难去评估，同样的，像你这个问题也一样，你很难去评估究竟他所做的这个所有的报告跟所做的这个访视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恰当，这么的符合这个当事人的需求，我们很难评估。尤其这些案件一定通通又变成保护案件，不要说我们议员，不要说一般人，议员都没办法了解，我们要去问当事人也都不能了解。甚至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想要收养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一个这个访谈，你知道？那所以我们很难去从中间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这个运作方式啊，它实在不适合用委外的方式，因为你很难评估它的绩效。即便你评估它的绩效以后，就像即便詹议员说，连法官都说他的所有的报告跟事实有很大的出入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他？你没办法处理他。可是只要有一个案件是违反了他真正当事人的利益的，那其实就是害了这个当事人一辈子。哎，这一辈子的这个损害，你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弥补的。对啊，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他实在是应该要由公部门里头的公务员来执行这样的业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目前搁置，但我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议员啊，能够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经费，你甚至办追检追我们现在删掉，你未来办追加都可以，就是你用你自己内部公务体系，你去约聘雇都好，去聘用专业的人士，然后在体制内里头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跟一说法，事实上这个社工的训练其实都是要以当事者的个人跟家庭的最佳利益在考量。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很难评估嘛，可是我们却不断的听到有案例。一做建议就在救济的机制或者督导的机制训练，你要怎么救济啊？你要怎么救济啊？我刚刚就讲，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不要说议员，当事人自己本身都没办法介入，去了解这整个过程。所以我真的也在这里建议。好了，我们针对这个案子已经搁置了哈，那我们现在，看其他的那个项目有没有问题。好，苏翠玲议员。好，既然刚刚已经讨论过这个有关这个收养啊跟监护权的案例啊，那其实下面有这一笔啊，办理儿童及少年保护个案寄养方案的这个费用的这个部分啊，你这个也是这个费用也是委托给哪个单位啊？这个寄养的部分我们是委托那个 CCF， 就是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桃园分事务所，就是过去的 CCF 在这个所谓寄养的服务这块。那这里头他负责的是整个，就是只有负责我们桃园的案例吗？他们做其他的？对对对，桃园。就桃园的案例。对对对对。他的里面的人员呢？那个人员，他那个因为西西本他的那个专业团队，这些历史都是蛮悠久的。做这种服务啊，他在其他的县市也做很多类似的服务。那在桃园的分事务所，在办我们桃园的这个案子的部分，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这个尽心尽力在做，也本着一个专业服务的精神。这样子啊，我希望啊，包括刚刚那个840万的哈，那个团体啊，以及我们现在这个你说 CCF 这个部分啊，我希望都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组织，整个组织的架构啊，跟他成立的那个过程，
以及它的属性，能够把这个资料给我们。是的。然后另外我要再建议啊，就我这边也收到很多的案例啊，就是说小孩子可能比如说他是高风险或怎么样，暂时被你们这个社工带走，那我个人是建议啊，很多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啊，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加害一方是父或母，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啊，他就说想要探视啊，可是你们啊在一开始啊都不给他们探视，然后都要过一段时间，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对孩子一开始的冲击其实很大，对不对？你既然有社工，你在社工的全程陪同之下，我觉得这个让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啊能跟孩子见面哈、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好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在第一时间，这个孩子一定有遭受到一些刺激嘛，打击啊、哦，或者一些伤害，你把他带走，他或许跟家里头的另外一个成员，其实他的感情是不错的，或者他是有非常高度的信任的，你把他贸然的带走，好、哦，带走然后放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环境，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伤害。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让他在社工的陪同、全程陪同之下，能够跟他家里头的其他成员能够有沟通、有见面，我觉得至少他是一个安定他心情的一个力量啊。好，可是我看到你们的案例里头很多几乎都是这样，把他带去以后，然后就前面好大概一个礼拜，甚至有的两个礼拜都不给他家属见面，那我觉得。你们说，哎，担心可能是不是会交锁他？有一些证词啊，对不对？做一些伪证，那你全程陪同呢，怎么会担心这个呢？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你们在作业上啊，我个人是一直没办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好像坚壁清野，然后完全不能见面的立场？这块是不是我请科长啊，简要的来跟一桌说明一下，对？没有，我知道他都有提出啊。提出你们就说，哎、欸，还不行啊，然后就要不就是放着说排时间啊，然后排时间一排都要排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啊。你们当然可以提出申请啊，问题就是提出申请到你核准他见面，那个时间其实很长的，有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对我们觉得这个实在，甚至还有更长哦，一个月的，对我觉得那个，我个人觉得太离谱了，你知道吗？你社工这么忙吗？社工这么忙，你们局里头。对不对？我们到底一天有多少个这样的案件啊？我们是多到一天有上百件吗？多到你们没有办法要社工来陪同，让这个孩子跟他的家里头其他成员见面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啦，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对孩子是另外一种伤害啊，好不好？我希望你们这个部分，所以你的人力调度我觉得是有问题啊。如果你都是委外，你委外以后你的人力调度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这样讲你认同吗？这确实在这个服务的这个所谓的私教，他必须要做一些访视，做一些了解，做一些个案的访视，当然确实有一些的步骤。87页有没有意见？不，88页有没有意见？谢张文议员。好，那个古局长哈，请你说明一下哈，委办就是88页委办费的这个第三项哈，就是办理亲子馆和那个公社，公社民托婴中心的这个相关费用9600万。嗯。请你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那个，你这个亲子馆要盖在哪里？您是讲凭证的部分是不是？不是，我就问你这笔预算，你这9600万。哦，9600万的部分哦，是我们现在预计哈，要在新的年度，明年度啊，办理除了有继续营运的，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幕的，在使用的，在运用的，明年也要继续营运，然后一些新开办。那确切的地点哈，我请科长哈来说明。好，说明一下。这个9600万的部分是包括公托跟亲子馆哈，那在公托的部分，明年度会有成立大概10处哈，那地点的部分，包括新屋。好，没关系，是，你有10处嘛，对不对？对，那亲子馆部分，亲子馆的部分呢？11处。亲子馆的部分的话是11处，是。所以你这个9600万你是委托办理的相关的业务费用吗？是营运费用、设施设备还有教玩具、图书这些费用。这些费用你就要花9600万。
对。好，那我请问你，那因为是连带的哈，那个主席，八十九页哈，你房屋建筑设备，房屋及建筑设备里面的，第四项，也是那个亲子馆及那个这个，公社民托婴中心，你的规划设计、建造跟施工费用，这9400万。一个是工程硬体方面，我知道你这是工程硬体方面嘛。可是你刚刚讲的，刚讲的前面讲的是，也是实处嘛。你就说讲的是新设的这个实处，对不对？嗯。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吗？是新设实处。有的是旧有的，你要继续给他一些营运的费用，营运的委办费用嘛， 对, 对不对？那你这个建筑设备就是还有规划设计、建造施工的部分是9400万嘛？对。那你跟前面的这个9600万。他们有什么这个连接性？因为一个是委办费，一个是这个所谓设备、房屋建筑跟设备费。我知道，可是你刚刚有讲说你这前面的那个委办费用，你有十处是新的嘛，对不对？那你确定明年这个十处全部都可以盖得好吗？我们你如果不能盖得好的话，那你用这样的预算去做那个编列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到时候会不会造成你的执行力跟你的这个预算？没有办法做密切的这个配合、啊。跟议座报告不会，因为现在这些地点都确定了哈，目前的部分都在进行当中。我知道你确定，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跟议座报告，你后面讲，你这个实处，你现在后面那个89页那个部分，我们编列预算跟议座报告，其实我们有分上半年会完成启用的，跟下半年，其实在我们编列预算的时候，其实就有给它区隔，因为你上半年成立，它的那个费用会整个年度会比较多，然后有些假如下半年才会启用的话，我们就预算会变得少。八页的，我们的办理亲子馆、公社、民营托婴中心相关计划费用9600万，那么谢章文议员主张搁置，请问有没有议员附议？好，有没有反对？好，搁置。那么88页还没有意见？鲁明哲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局长就请教一下，当然这延续性的问题啊，你新的有8处嘛，哈，新的有10个地方亲子馆哈，那已经在营运的续编的，大概你这边写桃园中立、平镇、八德及大园5处亲子馆的营运了哈。哎，我这边请教一下哈，因为刚刚从詹江村议员谈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审社会局的预算，我会说议员都抱着那爱心来，就说啊，这个给穷苦人、给需要帮忙人，我们说真的不好意思删了、啊。可是我们会被这个心情，我们这个弱点被人家运用了。我现在三不五时听到有这样的一个社福的团体，他不是用爱心，他用这个做牟利啊，跟外面在做盈利，他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刚刚已经有一些了，但是我现在陆陆续续听到蛮多的。那我希望哦，这个我们社会局，你们有一些旧的案子，陈科已深的，你慢慢再去弄。现在要新的案子啊。我只关心这两个加起来新的10处加旧的三这个5处，总共加起来一点大概将近1.3亿这个钱，因为是工作费，我比较不担心后面的9400万那装潢费是装在墙上的，你给人的钱到底给谁啊？我现在听到是人家带着你走啊，前面有带路机啊，还帮你选这个可以拿几个点可以啊，可以去弄，从头到尾装潢他都来出意见。后面还可以得标，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我希望你去做，做到最后啊，做到牛皮吹破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多的亲子馆，从南到北，哎，就跟当时我们讲铺柏油这个部分啊，没有神，你知道吗？这没有神啊，一个地方你给我好好经营的2处，真的谢谢你，把这些孩子每天要来的把他照顾好，你不是神啊。这个东西陪孩子玩要耐心，地点弄好之后，各个地方多一点弄爱心人士、爱心妈妈，你把这个钱补助给他，到适当人口袋。你不要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部分啊，他已经被你们这状况已经诱惑到企业化经营啊，本来是一个社团的、啊，现在搞到企业化经营啊，招兵买马，准备再多吃几个生意啊。
局长，我希望我听到的都是听说，我今天也不问你说现在已经招标这五处是怎么回事，你已经还有十个地方啊，如果真的像听说一样，包括你在规划计划选点想法，跟易总吗，我们都定期有评鉴有督导，所以这一块哈，就不管他的人事管理，你如果十五个点啊都给一两家拿走啊，桃园的人没有那么差了，我跟你讲，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这就你一年要编1.多亿啊，这长期性的一个设施一个活动啊，所以我们希望各地方啊，你要一个人最多给他一个团体啊，最多2到3个地方，你要有这样的去区分啊，不是啊，你跟柏油一样嘛，桃园头到。好，针对89页，还没有其他的意见。88页，好，88页过，89页，89页，林正峰议员，请问局长啊，你88页接一些什么公托啦，啊亲子馆龟山有几座？是，龟山的部分啊，对，龟山我们在大华里集会所那边的设一个所谓亲子馆，那现在在陆光新城那边有公托中心，啊，目前的有做过吗？那山上不要公托吗？山下不要亲子馆吗？确实啊，当然目前是说一区一个公托一个亲子馆，之后会按照生活圈的需求啊再来扩增这样的设施。其实哦，你做这我都不反对，但是你。光办明年的话，我就反对了。以后哈，请问一下副市长，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就是，我们盖场馆提供场所以后就明年，每个技术都这样子，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给他自己做，我们补助他就好了啊。啊，拜佛者修买啦，料伊单条行李啦，赚伊赚都走起来，啊做无咱来互骂啦。对不对？我可以有条件的让他们补助他去民营就好了啊，或者光办民营干什么？投入这么多钱，哦，一个探底做行李，那边是分几年做行李，这样公平吗？对我们政府的资源的挹注，虽然是支持那弱势的部分呐，而事实上也有民间的一些所谓公托中心呐。那亲子馆几乎现在市政府所有的都这样做哦，包括青年事务局也是。做好以后委托给民营，都这样盖好委托给民营，都这样子。那不是政府应该走的路呢？所以政策的决定就是说，到底公务员一路做到底做服务，还是说我建了公共建设之后，后续由这民间经营，这东西有利害有利弊不一样。对啊。那现在就是要讨论，假设说全部公办公营的话，当然人力就要多，公务员就要多。假公办民营的话，那就变成民间的力量可能进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做得好，不管谁做，效率的问题，监督的问题。假如说给外，其实也很多是外面很多志工团体可以来做这个业务的啊，对不对？委托他们做也可以啊，他们办服务性质来做的啊，为什么要光托民营呢？光办民营呢？确实，托婴中心有很多民营的，那在亲子馆的部分哦，仍然是以这个政府的投入资金哈、哦，这个来做会比较好的。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政府不要政府投资很多钱，然后要给民营去做。看几年谈给，阿别谈到行业啦，料理行业嘛。不，这个定期的效益评鉴还是要。那你评鉴已经来不及了啦，评鉴已经事实产生了嘛，对不对？我希望说不要花很多钱去公办民营啊，你比如说开放民营就好了啊，给他们利啊。对了，适当的竞争。你一次花1亿，那我一年给你补助100万，你可以做吧？我们没有责任啊，对不对？要检讨一下啦。好，89页。好，那个我90页的时候再讲啊，你先，我到90页的时候再讲。哦，好，89页，那个陈美美议员，谢哈，谢谢主席哈，有关于这个亲子馆还有公托民营
这个9400万的哈，这个建设的费用是一个馆吗？还是没有，就是刚刚所讲的，我们会有好多个馆哈，整体的，不是只有一个。在桃园市当中，我们亲子馆目前有5所，已经在做5所，未来还会继续在开办将近11所。11所。对，还有那个公托中心的部分也一样，所以就在全桃园市的考量，不是只有单一一个区域，一个亲子馆，一个公托。那我们桃园区有吗？桃园区有。桃园区的部分，请科长来说明一下这个。亲子馆的部分目前就是在三民游客中心2楼哈，那目前要扩充到1楼，所以它的馆舍是1、2楼。那另外在公托的部分，目前是争取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社会住宅，2号跟4号。2号跟4号，因为我们希望说哈，有比较更详尽的资料，我暂时搁置啊哈。啊，会后请我们社会局这边哈，能够把这个更详尽的资料哈，让我们所有的议员能够来了解。是的，没有问题。好，谢谢。好，那么，黄汝议员，你说2号跟4号的那个社会住宅，那现在这社会住宅目前进行的怎么样？那部分哈是都市发展局哈，这个在规划，然后它当中可以要我们的社会福利设施是不是可以在那个住宅这里面也规划设计，所以在这两个社会住宅当中的公托中心跟亲子馆，或者部分的一个老人的日托，假如可以的话，也能够在这个社会住宅里面来预为规划。局长啊，我想哦，你要让预算能够通过，你要了解，对不对？我们那2号跟4号的这个的那个社会住宅八字还没半撇，也还没开说明会，开的2266的，一问三不知，对不对？那你今年这预算编的是什么费用？这部分是在社会住宅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编列预算。对啊，不是，我是说。那等于是桃园的那个桃园区的这个托婴中心还没有，只根本连一个方向都没有，是不是？啊？对，桃园区的部分确实目前因为场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才找到那个社会住宅，在社会住宅所在的基地里面。局长，我希望哦你在议会哦的答询呐，有影的才讲啦，无影的卖讲啦。分家规一定会破啦，知道吗？啊，你以为这样随便解释一下就能过吗？那个是在规划当中的。啊，规划，我告诉你啦，那个社会住宅连半撇都没有，你居然可以这样子搭人家便车，在议会上这样的答询啦，啊，是不是？不，当时也就是因为我们桃园区找不到这个公托的一个，你没有认真去找啊。对，也持续在找。你没有认真去找啊，你就随便讲一个，桃园区有，在二号、四号的那个什么那个社会住宅，那八字没半撇的东西，你讲什么？假如有发现，主席啊，这笔预算暂时搁置。好，那么针对亲子馆及公社民营托婴中心之规划9400万，那么黄婉如议员。还有陈美美议员吼提搁置，请问有没有议员附议？好，有没有反对？搁置9400万，89页还没有意见。90页有没有意见？张嘉春议员。好，局长，这个2750万呢，补助居家托婴服务中心办理哦，访视辅导，啊，这个研习训练，媒合转介，这个是不是又是委外？这部分是我们桃园分了7个区域哈，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所以我们也是每各区来分别。所以事实上哦，我们这个委外的这个经费哦，非常的多，哦，那这委外的经费啊，事实上。如果说今天啊社会局哦，我们今天给社会局那么多的经费，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到的是一个一些弱势啊，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家庭、一些单位、一些可能是这个比较弱势的一些人哈。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很多人啊，不要说有，如果有一些人在这里面啊，这个只是为了要赚取利益，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爱心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到需要落实的、需要被关怀、被照顾的这些对象，而反而当中呢，被一些团体给剥削了。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啊，这个刚我们讲这个社团，他五个社工是固定在执行任务的，这五个社工事实上一个25,000，一年12个月五个，一年不过才拿走100多万、150万。而剩下的690万是由三个督导拿走了，而这三个督导呢，因为只有社工他必须对全程对个案啊去工作，可这三个督导呢，他不只是包了这个活动，他是甚至于他不一定非得要来这里上班，只有那五个志工是必须常态性的上班，而上面的这三个督导他可以包很多县市的这个一样相类似甚至是其他的业务，而且也不一定要背的一定要在这个去执行他的业务，而这三个人他可以分走600多万，那他只要包个几个活动，然后呢这边五个社工，那边五个社工，然后呢这几个五个社工包一个活动，五个社工包一个活动，那呢他呢一年的收入吓死人了。而我们社会局如果把这些经费全部都像这样子在发用，而不去落实、不去了解，你看这多可怕！2750万，你补助多少单位、多少的人？这有7个单位，我跟一周报告，就是说这些来标我们社会局方案，基本上它都是。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啊，或学术团，你必须讲说清楚、讲明白。不是盈利事业单位的人，没有一个是盈利单位，但每一个单位都补助他非常的多的钱。他们都不是盈利，那这些钱都哪里去了？所以我各自把好，那个我们先处理一下搁置案好吗？那个，我们的詹江村议员哦，提议我们补助本市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哦2750万哦，他主张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好，有没有人反对？好，搁置。90页有没有意见？91页有没有意见？92页有没有意见？93页有没有意见？94页有没有意见？95页有没有意见？96页有没有意见？97页有没有意见？98页有没有意见？99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是社会局局本部，接下来是社会局所属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预算，在同一册的15-02-19页，15-02-19页，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第一笔预算是一般行政管理，预算金额5619万2000元，页次19到23页，由5页，从19页开始审查。好，各位议员，针对19页有没有意见？20页有没有意见？21页有没有意见？22页有没有意见？23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是保护扶助暨预防宣导工作，预算金额1,576,000元，页次24到29页，有6页，从24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24页有没有意见？25页有没有意见？26页有没有意见？27页有没有意见？28页有没有意见？29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社会局预算审查完毕。接下来是客家事务局。客家事务局的预算在第23册。好，第23册，客家事务局
第一笔预算，请各位翻到23册的23-01-28页，23-01-28页，客家事务局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5241万4000元，页次28到32页有5页，从28页开始审查。好，各位议员，针对客家事务局第28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请教一下，因为我都没有看到别的局处有这样子啊。就我们客家事务局，这个局长的待遇怎么今年的这个薪水调高，比去年还调高了？那这是什么？职等升职等了吗？还是怎么样？报告一桌哈，因为那个局长部分是政务官任用嘛，就是比照简任第13职等任用，所以薪水是没有调高的。那怎么今年的预算跟去年不一样？去年的时候可能编列的时候，对，有稍微就是没有把编组额，没有编组啊？对对对。那为什么没编组嘞？预算都你们编的、啊，为什么没编组？对，所以这次就把它转正成对。那旧金应该是多少？就是照我们现在编列的预算。不是，那你告诉我去年没编组的原因？可能是对没有注意到。啊，没有注意到，照往没有注意到，那漏了多少？漏了多少？你们职等是一样的话，应该就一样啊。职等是一样的。啊？职等是一样的。对啊，职等是一样就应该一样，那是哪一个部分漏掉？对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状况？你们那个职等多少该多少就多少，那怎么会去年编错，所以今年编正确的？那你是什么计算错误啊？对，就是照往年编列，所以没有注意到。哪个地方计算错误？哪个地方计算错误？是你认列他的职等错误的，看错了。职等错，13职等看成12职等的。不是，应该是专业加级的部分，对。专业加级啊？是。那专业加级是多少？那怎么会算错嘞？那谁算错？你们的主计、会计？对，可能是我疏忽了，对。啊？那就去年是按照人事给你们的资料，结果少编了，还是去年就是规定没有专业加级，然后今年要有专业加级？不是，就是少了一些，对。哦，少了一些啊。对，今年是正确的。啊、哦，这样子好不好？你再把它列清楚给我们，好不好？好。你究竟本薪多少？然后专业加级多少？是。好、哦。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费用是多少，把它列出来，列清楚给我们看。因为我看每个局处都没有调薪啊，怎么就客家事务局局长在调薪水？然后我再看你们其他的这个这个工一般的那个临时人员啊，这个其他的人员的这个加班费奖金全部都减少，只有局长一个人的薪水增加，这样看起来不太好，对不对？所以才问清楚一点。好，那你把资料再提供给我，好不好？好，谢谢一桌。好，针对28页还没意见，29页有没有意见？30页有没有意见？31页有没有意见？32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是综合企划工作预算金额18829万6000元，页次33到39页有7页。从33页开始审查。好，各位议员，33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我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同舟共度归乡文化祭啊，是这个是什么活动啊？同舟共度归乡文化祭其实就是已经行之有年，列入客庄12大节庆的龙潭的划龙舟的一个活动。OK， 行之有年，多少年？从龙潭乡公所时期就已经举办了。那严格来讲的话，这个划龙舟的比赛在龙潭地区，在这个客家庄已经有102年的历史。所以这个活动是行之多年，然后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划龙舟。是。所以它一定是固定的时段，大概在农历的5月。是。端午节的时候嘛。是。对不对？是。所以在行之多年。然后这个某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一定要举办的活动吧。是。什么时候列为客庄12大节庆？在叶八海乡长时期就已经列入了。
OK， 好，好，那这笔预算啊，本席动议啊，删除100万，原因呢，因为你105年其实就是800万了，那你今年又给他增加100万，那你增加100万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提高参赛的队伍吗？其实如果提高参赛的队伍，事实上你们现在已经挤爆掉啦。你们从今年去年开始，那个龙潭大使已经几乎完全动弹不得，因为你们一队，只要有报名参加的队伍，一队都给多少？8万还是7万的奖金嘛？啊，参与的奖金。那所以呢，报名的人非常踊跃，那个池子已经快挤满了，周边呢也挤满了。所以我想，800万的经费啊，像照今年这样办啊，其实已经到了那个极限了。到了那个附近能够负荷的极限，龙潭大池可以负荷的极限，你也不可能把这个龙舟放在海面上，那其实就也很奇怪。所以呢，我是建议这笔预算就比照105年预算800万去执行，就可以把它执行得很好、很成功了啊。那所以呢，我在这边动议，900万就删除100，比照这个今年度，好是800万的这个预算额度，谢谢。包括一座那个除了划龙舟以外，还有周边的音乐会，还有客家产业推广等等活动。你今年没办吗？明年要扩大特别推产业的部分。不是，那你今年没有吗？今年没有扩大吗？没有针对产业。今年没有周边吗？也有吗？有周边，但是明年会规划周边。怎么会没有？你们还有很多的预算呢、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就按照今年的规模去做，其实就可以做得很好了，好不好？谢谢。好，针对苏翠莲议员主张推广同舟共济、归乡文化祭等这个活动，900万删掉100万，各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好，那个陈志文议员，好，来，谢谢主席哈。那个想请一下，那个时间给你哈，你推广同舟共度归乡文化祭的部分哈。说实在的，虽然我本身不是客家人，但是你们的活动我常常有那个参与啦。说真的，你们有一些活动真的办得非常有意义哈。为了让不管是不是客家族群，都透过你的活动去了解到客家族群的可爱之处，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进一步再了解一下，像就你们今年办的成效，跟你们未来，好，你们的一个那个办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方向，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下简单说明。好的，谢谢一座的关心。其实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已经有102年历史的客庄，全国唯一的那个客家鼻堂的一个龙舟赛，其实就是说已经变成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是啊，而且是扩大全民参与。我们在升格直辖市以来呢，其实很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有历史人文的一个客家的节庆活动，不仅是客家地区参与，而且是希望能够推广到13区，甚至希望未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桃园的国际的客家节庆。所以我们在就是除了划龙舟以外，其实我们在周边的一些艺文活动的展演，都做了很精细的一些规划。还有再来就是说，以前这个同舟共度的活动，其实有一些经费它是由别的局处来互相编印的，比方文化局过去也有编印。那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活动全部的一个预算都编在我们客家事务局的预算里头，所以看起来是稍微有增加的。好，所以哈，主席，那个本席在这边哈反对删除。好，谢谢。好，那个林正峰议员。请教局长，你这边编900万的，在37页，又客家委员会补助的4100万是哪一年度用的？37页，各位补助同舟共济、归乡文化祭410万。报告一桌的是跟客委补助，然后是归电的，电付归电。哪一年度的？105年度的。好，你这边410万，那105年的800万有没有包括在内？没有。你106啊？你106年自己编800万，又电付410万，你1200多万了呢。
报告那个。可以，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哦。垫付的是跟客户会争取的。这个在过去在只是龙潭地区举办那个夜乡长的时候，这个预算的规模就差不多是1200万。那今年是几万？你这边九百上面补助多少？今年总共有174支队伍参赛，而且是13区的参与，大概是1500万左右。那你边九百上面还有补助600哦，各位议员听清楚了哦，是1600不是900万哦，所以才100万无痛不痒嘛，对不对？为什么不把那600万编进来呢？有一定补助的呢，要报告一下啊。报告议座，那个跟客委会争取的部分要看今年。规划案能不能获得客委会支持，那是我们的案子的规模，采取竞争型补助。所以每年都这样子嘛，对不对？你们编了预算，然后他进来又加进去，又一起用掉了，对不对？不要我们省，用垫付方式。所以你去年花了1200多万，今年1500万，一个华龙洲呢1500万呢，对不对？我讲各位议员参考了，不要是不是钱太多了啦？说真的讲啊。不过你也不知道说几百万在那里。那个苏翠妍议员，如果要这样讲啊，我就要再把我去年讲的啊，再把它调出来再讲一遍。这就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叫做不打不起。什么叫做不打不起？就是客庄十二大节庆，副市长你应该行个文去给客家委员会，你知道吗？就近华龙洲。它是客家文化吗？不是嘛，我说过嘛，华龙洲是干嘛？纪念屈原。屈原是哪里人？在以前古书上写的他是野蛮人，他是在楚国的人。所以不论文化，不论语言，不论宗教信仰，跟客家文化是完全相反的，100%相反的。所以这凸显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当然我们说今天客家文化我们来推广客家文化，我觉得很好，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一个活动把这个一个活动要硬冠上客家文化的名义，我觉得这就不对了。你这个会让很多啊真正了解这个文史的这个地方上的人士在笑。我去年已经强调了，我说这个是龙潭地方上的节庆活动，那 OK 我们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钱你就不应该是编在客家事务局，你应该编在龙潭区公所，然后办理这样的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活动，一个节庆，那我们觉得 OK。 你说龙潭区公所来办理纪念屈原或者是庆祝端午节的活动，华龙舟比赛，我觉得这样子呢你就名正言顺，你这个预算整个编列我们觉得也 OK。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说它是客庄十二大节庆，对不对？那你就是把就是只要在客家地区举办的活动都可以叫做客庄十二大节庆吗？不对嘛，你客家事务局是应该真正的正本溯源，然后呢要去这个把你以前的那个客家文化继续的发扬流传，这样才对嘛？我想客家的活动，我尊重客家人自己选择了。这文化的行为到底是属于谁的？没有，我给你，我刚刚讲了嘛。你要办这个活动 ，OK？ 你编在客家，你编在龙潭区公所里头，我们觉得 OK 嘛？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嘛，华龙洲是当时纪念屈原，对不对？屈原是楚国人，楚国人就在什么什么地方，在湖南湘西地带嘛，所以呢他信的是拜火教仙教，讲的是什么楚文化，是楚词，他讲的那个文字语言都跟这个和这个客家文化是完全不同。好，那个苏翠玲议员，你主张删除100万是吗？好，那么各位议员，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人反对？那么我们那个举手表决，请清点人数。
韩主席24位。赞成删除100万的，请举手。4位。好，反对删除的请举手。16位。好，那么这笔预算通过。那么33。哦，好。那个保留发言权。好，保留发言权是苏翠玲议员。以上。好。好，林正峰议员、林正贤议员，还有陈丽丽议员，以上。好，33页有没有意见？34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34页啊，这个250万客家文会补助桃园市客家文化馆104年乙未客家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会啊。那这个呢，一样，我之前讲了，你104年的预算啊，应该在105年就应该要垫付了啊。那你到106年才来垫付啊？那我觉得，事实上我再一次强调，副市长，垫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垫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预算通过时间比较晚一点，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后来就挣回来。所以预算为什么会通过比较晚？应该是说我们的预算中央单位下来核准我们比较慢。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的工作，它每一年按照固定的时程在做，对不对？所以我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我都应该要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来走，没有错，按照那个计划走。对。那你现在垫付应该是那个突发性的。原来没有在你预想当中的，对不对？然后突然有了这个特别的活动，或者新办的一个事情，或者临时发生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才用垫付的方式来为之，是吗？原则上是这样嘛。那你如果是一个例行性的都有的一个工作，那你在预算编列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那如果说他每一年中央都会有一定的补助款进来，那你都应该要去跟中央做好这样的沟通协调的工作。那如果今天他是例行性的，他就是经常性的获得中央的补助，然后呢竟然没有列在这个该应该要列在的那个预算里头的话，那代表什么？那代表处理这一件工作的这个承办人员他是有问题的，他是业务不够，他是不够，我们认为他是不够尽责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讲，我赞成啊，这笔我说了104年的通过制，谢谢。你那个苏翠玲议员提议，刚这个客家委员会补助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104年乙未客家纪念活动的这个经费250万要搁置是吗？这已经垫付掉了。报告已经完成垫付了。已经完全执行完毕了。那已经垫付掉了那个，那现在垫付掉要怎么？好，那么那个对于苏翠莲主张的250万，他主张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那个。请那个林小凤议员。谢谢主席啊，因为啊，我觉得啊，这个有很多事情啊，尤其是这个活动啊，因为我都有去参与，我都有去看过啊。他这个华龙舟这个的活动啊，办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说不是说只有龙潭在地的人啊去参与，而是整个桃园市啊，针对这个龙舟的部分呢、啊，大家都哈、啊。非常的热络去参与，所以说我觉得说不要搁置啊，我们呢是不是让他们啊还是一样啊逐年的啊再来办啊？如果说啊，我相信龙潭的议员应该都不会有意见啊，我也要觉得说要尊重啊我们在地的这个议员他们的想法了哈，所以说我反对搁置。好，那么我们先处理一下哈搁置的问题。李嘉欣议员，
谢谢主席哈，我想这笔经费啊，我想在整个议事运作，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大家议员同意在这个垫付于交由议长。那我想说，希望各位议员啊能尊重我们的体制过去的运作。我想既然是议长那个通过了垫付案，那我希望说能够那个那已经垫付掉了嘛。但是这个是当时是有送到议会来先垫付吗？有吗？哈，所以我想说这个还是这个垫付案，我想还是给他过，谢谢。好，那苏言，那我们是不是撤掉搁置？因为是如此啊。104年的都是这样啊，我认为104年就在105年规定啊，那就表决哈。那么我们清点人数。韩主席22位。赞成搁置的请举手。4位。好，反对搁置的请举手。14位。好，本笔预算通过，请问34页还没意见？35页有没有意见？35页，请朱翠玲议员。一样，第一条，客家人会补助台湾灯会在桃园多元交流灯会里头。我再一次强调，104年的预算应该要放在105年度，现在是106年度的预算审查。为什么会这样做？今天如果要通过这个预算，我认为就是应该要惩处失职人员，对不对？否则的话，他该做的业务没做，他该应该早就要做好的这个业务，他应该要早就联络好的中央补助款，为什么没有联络？这都是例行性的，对不对？104年的预算早就在台湾灯会早就104年年初就在做了，那你早就应该知道中央会补助多少钱了。那么为什么每一个业务都这样？这里头多少104年的预算？我跟你讲，客家事务局104年的预算啊，提到106年来垫来归垫的，是各局处里头最多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该做事都没做事嘛，该联络中央没联络中央嘛，对不对？该在105年度就编入预算里头，没有编入嘛，那到底在干什么呢？对不对？那如果照这样的话，我们都不用审预算嘛，每一笔104年的放到106年来审，然后106年放到108年来审，全部都是，我觉得是在强奸整个桃园市议会。你说你用过了，用掉了，然后现在叫我们同意，你在规避审查嘛？这我严格来说，这就规避审查，对不对？那104年的你放到现在106年来审，那我们审什么东西？照这样讲，以后你们通通这样玩，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审啦，通通给你过啦，还审什么？审预算啊，议员按照地制法，我们是规定不能够增加预算的支出。那如果我们连预算都不能删，那还审什么？就不要审整本给他们啦。那如果照这样子垫付，可以随便这样垫付，也不要审了嘛，就通通给你们就好啦。我们35页还没有意见。哪一你好，那个苏议员，我们先处理搁置案。苏议员他主张客家委员会补助的1000万，他主张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人赞成？谢谢主席啊。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哦，
应该都互相学习。在这个预算的编列哈，当然我们议会有审查权哈，那你们有备询权。那在我们这个预算里面，我们有看到，它这个有贤文有字号，那我们议会啊第一关已经同意垫付了，哦。那刚才所说的失职人员，那难道连我们议会连我们议长都要失职吗？这个预算我们在编列有它的预算法在编列哈，只要它有经过他的合法程序送进来议会里面，而且经过啊这个同意垫付，我相信这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那我们只是审议看里面有任何的瑕疵，大家提出来共同讨论，哦，那希望说府会这一边有假如说有瑕疵有缺失，哎，来做一个改善嘛，哈，哦，啊，并不是说针对哪一个局势或是哪一个族群，我们来提出啊这种言论呢，啊？我们不是要分类族群的，啊，我们是族群融合。我们现在是闽南客家还有外省，以后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族群，我们不知道呢，以后我们越南有菲律宾有泰国有什么全部都来了，那怎么办？我们还是要互相包容哈。好，谢谢。好，休息20分钟，那个到地下室吃点心。
续去审查第三十五届客家事务局的预算，请苏翠玲议员。我要再一次强调啊，第一，104年的垫付案的预算放进106年来审查，我在前面几个局处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是违反预算法的精神。按照道理，104年他如果有垫付，来不及进入105年的正的预算当中，本预算当中，他就应该办理追加减预算。那么，桃园市政府如果认为办追加减预算印这些预算书是浪费，那我们现在都可以不要印嘛。预算法的精神就是要议会本于监督这样的一个职权，哈，所以说办理追加减预算是浪费钱，如果这样的立场可以成立，那我就说审预算都在浪费钱。我们的预算书这么每一个人一大箱，对不对？卡车来载，那干嘛要审呢？如果照这样的理论的话，第二，我讲了，刚刚讲了，这个局处客家事务局的综合企划工作里头，他的局处里面104放到106年来归垫的这个预算，每一个局处都有，但是客家事务局这个局处最多。10笔里头，一般事务费里头，10笔里头有5笔以上都是104年的。如果这样，他是完全的在规避预算的这个监督。第三个，不要扣人帽子。我刚刚讲过，这个预算我在其他局处里头我都一再的要求搁置，就是我认为违反预算法。不用啊，不要讲是这个民进党议员、国民党议员都好了，不要拿个帽子扣在我头上。什么客家族群多元文化啊，喊搁置就是在藐视客家族群或者藐视多元文化吗？不用扣这种帽子。我刚刚说，如果照这样，预算就不用审查，对不对？我们既不能够增加预算，如果连删预算、搁置预算都不可以，那还要议员来审预算干嘛呢？那是来怎么样？歌功颂德，还是跟他鼓掌叫好？那个苏翠的议员，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我在那边再一次强调，国民党之前我们自己内部会议也讲好的啦。那如果说今天大家同党同志就要这样子的话，那也没关系啊。那就我说了嘛，我一个人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提议，我还是要提，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不对？不同意也无所谓。对不对？少数服从多数，老百姓会看。谢谢。好，那苏翠玲议员，你刚刚主张哪一条？就是35页的全部吗？那我们是不是先处理搁置案？好，那先处理搁置案的话，那我们一条一条来，好不好？那个通案是吗？那通案是第35页的哦。好，那么第一条1000万，也就是客家委员会补助2016台湾灯会在桃园的多元交流灯会1000万，第一笔，苏翠玲议员主张搁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那么我们举手表决，清点人数。韩主席22位。好，赞成搁置的举手。2位。好，反对搁置的举手。15位。好，本笔预算通过。那么第二笔，客家委员会补助茶人风华再现桃园浪漫茶叶大道跨越整合计划500万，本笔预算苏翠玲议员主张搁置，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蔡永芳议员。没了，这个真的是要说明一下了哈，因为其实
这一笔预算写得这么清楚吗？客家委员会104年11月5号才核定要给我们，这笔钱500万，104年11月7号客委会才要补助给我们，我们可以说不要吗？我们当然要啊，中央补助的款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已经在审预算，这一些本子哦，小本本这个都印好了，啊，怎么可能编下去呢？就事去论事嘛，而且刚讲到说，哎，以前客委会好像对我们桃园很苛扣，到了10月、11月才补助给我们，为什么不2、3月补给我们桃园市呢？我也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呢？啊，确实政府的流程就是会这样子嘛，啊，所以说你办追加检，对不对？又怎么做？其实哈，那个，我们既然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有签了同意书给我们的议长去做垫付的同意。如果真的对这方面有意见，崔一定出来讲嘛，讲后摆这个同意款不爱给你，咱个开临时会来压手嘛。蔡议员，因为我们现在在审预算了，我希望说针对这个议题好不好？就是这个议题啊。那你真，我们是合议制的嘛？那有议员主张搁置，我们就既然你反对的话，那么我们就用举手表决嘛，要表决啊，好不好？那么，清点人数。好，你说。啊，蔡议员啊，你也不要认为啊，我在找议长的茬。我刚刚已经讲完了，议长有权垫付，没错，但是104年垫付的，你没有办法编入105年的本预算当中，那你就应该在105年的时候要办理追加减预算，让这笔104年的预算在105年垫那个归垫，而不是到了106年你才要归垫104年的预算。我说如果这样子可以成立，那我以后105年的预算我放到108年再来归垫咯，106年的可以放在110年再来归垫咯，这是不符合预算法的精神嘛。我今天强调的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们个人有什么私人交情那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一直就是这样的强调，从前面的各局处到现在也一样，对不对？没有关系，现在国民党人数少，民进党人数多，表决不过人家，我们自己认了。或者呢，国民党里头大家认为要做好人也不要做这件事情，或者大家认为预算法可以不用按照预算法的精神来走都可以，反正我该表达我就表达，就是这样。好，针对这个议题，我们，举手表决哦。那，请我们主任，请清点人数。连主席20位。好，赞成搁置的举手。3位。好，反对搁置的请举手。14位。好，本笔预算500万通过。下一笔，客家委员会补助的2016龙潭迎财神的活动321万。本笔预算苏翠玲主张搁置，各议员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搁置掉了啦，对不对？哎，你今天已经表决过，其他必要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直接继续讨论好不好？是不是？可是下面这几题不是灯会的哦。对啦，啊，灯会已经过了啊。对嘛？不要浪费时间啦，那对不对？那现在要你这样弄下去，我跟你讲啦，没完没了了啦，要不要对不对打赌？好，那么针对林正峰议员动议就是35页，就是以下三笔预算，一个321万，还有一个1200万，还有一个250万哦，这三笔预算哦，他动议就是一次表决。那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一次表决好不好？
请那个没有意见哈、哦。通过是通过什么？还是要表决啊？有人提议搁置，你要怎么通过了、啊？好，那请那个卓主任清点人数。韩主席二十位。好，赞成搁置的举手。两位。反对搁置的请举手。十五位。三十五页通过。三十六页有没有意见？三十七页有没有意见？三十八页有没有意见？林正峰议员，把车子收回去、啊。请教我们局长，在去年省基金会三千万补助的时候，一位负债结议，你还记得吧？是。请那个卓主任，你把去年负债结议念出来。负债结议，去年省三千万基金的时候有负债结议通过，时间扣掉、哦。啊哦，那么我们请卓主任念一下附带决议。是主席，我们在105年度总预算审查的时候，对于客家事务局是有一笔附带决议，我把附带决议的内容宣读一下，就是客家事务局0417对国内团体之捐助桃园客家文创基金会，附带决议的内容是客家文创基金会成立后。明年度起不得再编列预算捐助以上。好，请问我们书记长，秘书长，书记长，因为附带决议有效吗？但是附带决议基本上是有拘束力啦，照理说市政府是应该尊重，万一不能执行时，市政府不尊重我们议会的时候，请各议员怎么办？要提搁置的时候才删除。我先搁置，等我们奥图会再谈论好不好？不要让那难看了，好不好？议员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位置在哪里了？哦，你们来议员进来，议员不够嘛？啊，奥图，我各自奥图会再来讨论，还是我删除，你们删掉，我再来保留发言权，一样的嘛？哪一个？我尊重你，我们各自到奥图会再来讨论，好不好？因为这是违反我们议事原则嘛，这是不尊重议员嘛？议员跟你通过3000万附带决议，以后不能再编，你自己也解释说，我们以后不需要这边经费啊，你们会。自力更生啊，你自己也是这样写的啊，但是你又变1000万，连尊重都没有尊重，意味算什么？对不对？还亏你在脸上写的，你看客家是族群，那闽南不是族群吗？是历史，是文化，是生命，是感情。客家不是这种单位的附属组织，要支援请尊重客家，要尊重尊重议会啊，尊重客家，对不对？你这样对吗？你要变一算变尊重议会吗？对不对？所以说我提搁置了，我们二组在讨论，各位没意见的。好，那个各位议员，林正峰议员主张补助财团法人桃园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办理客家文化创意产业中心1000万，他主张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好，搁置1000万，搁置。38页有没有意见？过。39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文教发展工作，预算金额5460万6000元，页次40到42页有3页，从40页开始审查。40页有没有意见？41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请教一下客家书院的辅导计划，在105年的时候也编列了150万，今年又编150万，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客家书院在哪里？谢谢议座的关心。其实客家书院并不是特定指一个，
一个那个建筑物或者一个特定的场所。客家书院其实是一个延续性的计划，我们是希望能够跟大专院校合作。什么样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我们希望能够跟就是桃园的大专院校合作，去办理校园的客家文化艺术季，同时也推动客家文化的一个通识课程。那你今年105年办了哪几个学校？这个计划目前还在，就是之前是筹划期，那目前是正在那个上网的阶段。所以105年的150万到现在也没执行喽。也跟你做报告，我们的客家书院的部分，在105年的时候，我们有跟上，我们桃园的中央大学，然后有在进行摩克斯的客家论坛的一个论坛，学术论坛。然后他们校内的部分有一个客家艺术，就是客家周的部分，然后做一个艺术文化展演的一个活动。所以这150万是补助中央大学喽。不全然是补助，然后那像中立的书院，中立的客家书院也有在进行开班语言传承的这个研习课程。中立的客家书院在哪里？在中立区公所旁边。中立区公所旁边，办了什么？办了多少活动？那里面都有一些常态性的，就是客家语言传承的一些研习，都是上课的。谁在负责？是我们的新传师在那边开班授课。对，我说谁负责？因为这是一般事务费嘛。对 对。一般事务费应该是你们局里头自己的人在负责的嘛。对对对，那是谁在那边负责？一座是指说，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就是补助新传师在那里开班，那他的核销部分是由我们局本部这边来做执行。补助新传师，对，办好，就是新传补助重点。请你把你的补助新传师到底有多少个案子，然后把它送给我，送到议会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好，然后你刚刚又讲说这个计划目前还没上网招标，所以到底它是怎样？是150万有做很多不同的分类，然后一部分是给新传师上课，然后一部分是要公开上网招标，招标给谁？给你做报，这是一般事务费吗？招标给谁？对，给你做报告，就是我们在106年的时候，想要把这个计划再做一个延续性的推广，就是在大专院校，然后成立就是我们一种客家通识课程。那这个部，然后在校园里面进行一个客家周，就是变成一个106年的时候要扩大举办，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就是上网的动作，就是要为下一年度的执行来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所以你这个150万，你今年你说要招标的部分是什么部分？今年的部分就是分散在就是有在书院的开班，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央大部分有进行客家论坛的这个摩克斯的研习课程，把相关资料。好，40页没意见。41，鲁明哲议员。啊，跳啊！哦，41，那个局长，请教一下，因为本来没有办法，这样越来越听不懂，因为那个客家书院是我在那做的啦。那现在这个一个礼拜上几次课？请教一下。每个书院它的情况。不要每个中，我问你中立嘛。你要跟我们要预算，你不要，因为你才几个书院而已嘛。你就四个几个书院而已。中立书院一个礼拜上几天课？他不定期哎。我讲现在上个礼拜，他现在带状的上几天课。我是希望你跟议员哦，要怎么每次审到客家事务局院上，好像我们议会在打仗一样，没有人不支持啊，就有问题。那你那个网络上留那个，其实我也看着就很不顺眼的，就意思说什么好像我们跟社交都在拼命的样子。那你最棒。你最棒。那我们在传承中立的客家书院一个礼拜上几天课，你都关心，不能说这个都不知道哦。我过去在乡镇市有只有四个乡镇市有书院嘛，没有很多啊，没有13个啊。你不要讲，局长，中立书院一个礼拜上几堂客家传承的课，就不知道就好了。不知道，好，谢谢。那你不要说你多用心。科长，你说。跟你做报告，就是我们在书院的部分是不定期的课程，如果说是以每周来算的话，应该每周至少都会有一堂的课程在进行。那就是一个教室这样子，一个教室以前我们还有三堂课在语言传承，你们现在已经搞到给我们讲的账面增大一个什么客家书院，一个礼拜就跟你一样。那时候我们很反对做讲座干嘛装潢弄个书院，你这么多的场地，随时你要做1000个讲座，借个场地就搞就好了。你把一个地方霸占下来去装潢，我不讲中立，光中立而已啊，包括龙南，你把一个东西你弄了这么久，就是一个礼拜来做个讲座，
坦白讲啊，如果这叫做用心的客家传承的话，你让所有不分族群的议员都很失望。你们在客家传承什么呢？客家传承什么样东西呢？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现在重点是你刚强调的150万，又是上网发包了，又是要补助新传师啊，你知道上网发包主控权就在某一个单位了嘛，对不对？比如说中立的客家这个他研究所不要去了，对不对？那计划就他提的计划他去执行啊，那你又说要来中立，这个钱在中立他能够办，到底我们是希望你自己好好扎扎实实办几堂课，你在中立已经有一个框一个书院一楼在这里，其他的现在老人会下去借他都不借，又要办客家的活动，你又说一个礼拜办一次啊，副市长。就我是觉得好，因为我刚问局长，因为我觉得说今天你把一个地方装潢下来投资了，那你效率用你这样的零零星星的，你这个林正峰议员，局长，那你有跟你要资料哈？客委会补助1269万新传师的一个培训经费哈。新传师培训经费，你说预计这些钱办266场，你已经办了168场，对不对？那还有几场没有办？你办得完吗？你给我答案，你办266场嘛？今天已经办了168场嘛？我已经背起来了呀、啊。嗯。是不是？是。啊，你还有几场没有办？办得完吗？你跟你是目前的新传师，我们已经停止授勤，但是有些新传师的课程还在进行当中。你没有办钱要退回去呢？年底以前会全部的执行核销完毕。这样讲啊，新传师怎么办我不清楚了。我希望你会给我105年结案以后哈，让那主计跟那个主计局给我资料。105年客家书籍办新传师讲座，好，服务乡镇的总共几场？现在多少人给我就资料，好不好？主席处长，好的。主席啊，你帮我提供啊，帮我找啊，不然他那么大，我不敢找他，找不到他。这个因为是客家书籍在执行的哈，所以、可能要麻烦。105年所有办的场次多少人花多少钱？多少新传师上几节课给我资料？我怕你们真的用不完了，乱报账，好不好？好。好，给这个资料哈。好，谢谢。好，40页还没意见，苏翠玲议员。那个，在你41页的一般事务费里头，你编了这个新传师的这个培训计划，的费用134,804,800元。然后在42页里头，又在其他补助跟捐助里头呢，也有这个新传师同样的东西。105年的客语新传师的传习及培训示范计划，我请教一下你这两个你是怎么处理的？你又放在一般事务费里头，你又放在一般补助里头，那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包括易做，其实这笔经费是跟中央客委会争取的语言传习计划。那它的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交由我们桃园市的新传师，他开传习班到学校或到社区去推动客家语言的传承。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代替客委会去办这些新传师的一个培训，等于是在职的进修教育训练，所以会分两笔在不同的科目。所以在一般事务费里头是你们来培训新传师，然后在其他补助里头是新传师到社区去办这个活动，然后补助给新传师的一些重点费用跟活动费用，是吗？可是就有新传师在反映啊，他说奇怪，这个客家事务局办活动的经费非常多，可是给这个这个新传师的这个终点费用啊，跟这个这个速度都非常的慢，核销也非常的慢。报告一座，这个可能是误会，我必须说，桃园市是全台湾全国唯一就是针对新传师有加码补助的一个县市。怎么说呢？因为问题是新传师就有在反映啊，反映他们办活动提计划，你们审核得很慢，然后给钱也给得很慢。然后呢，对于他们提的这个计划也是斤斤计较，
问题是他就说，哎，你这个客家事务局头办活动的经费这么多，而新传师是一对一的到社区直接的在跟这个社区民众或者小朋友在办这一类型的活动，但是他们要来跟你们申请钱，速度又慢，钱给的慢，然后计划也在这个刁难啊，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啊，究竟对不对？你客家事务局在对于客家文化的新传这个部分，你抱持什么样的态度？你今天如果真的很重视客家新传师，你像你们这个预算应该早就应该都计划都已经编列好，因为这些客家新传师其实都取得认证，然后他们的工作其实都是持续性的在办理。包括玉作，谢谢您的关心，可是可能是误会，因为新传师的制度啊，对啦，可能是误会，我可能会误会，但是我想新传师本人应该不会误会啦，他必须，你知道吗？我们可能会误会，新传师本人应该是不太会误会啦，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在面对你们。直接的在跟你们提计划，再跟你们提申请的话，我们一定加强沟通。这个部分我们会在。是啦，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就是真正在第一线。41页有没有意见？42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是园区经营工作预算金额2693万5000元，页次43到45页有3页，从43页开始审查。43页有没有意见？林正峰议员，请问机长哦，你43页最下边一个委办会、客家文化馆、演艺厅等展演服务管理哈、哦，230万。是委托他们管理，还是委托他们办理活动？其实这笔经费已经就是这么多年都有编列，它主要的用意是说，我们客家文化馆有一个演艺厅，是大概有500人的座位。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展室，平常他们的展览跟规划的执行，还有场地的租借、管理执行，还有馆舍的预约、影像的资料馆的书籍、光碟管理，还有馆舍数据的统计。都必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专案计划。管理费就要230万了、啊，这么好赚了、啊？但你管理、但你办理租借就要这么多钱了、啊？对，这是一个专管计划啦，因为我们、全部委托给他，给他两百三十万。其实这个工作蛮繁重的，有4个人负责执行，一年要执行90档，然后4间特展室，90档一场多少钱？21档，然后视听简报是70档。你们这委办的哈，我认为真的是一错再错了。你看这馆舍维护费多少钱，知道吗？你清洁费要165万，人力管理80万，保全98万，修缮33.6，保养维护10万，电梯28万，馆舍的空调60万，还有个灯管耗材33万7，总要500万的维护费呢。报告议座，其实我们的园区大概将近有2-3公顷这么大，其实是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年大概有50万人次来。那在委就是500万，在委托230万委外办理，那我们的获利或收益有多少？办住家办活动应该有收费吧？外租有收费吧？没有吧？我们没有收停车费哦，没有收停车费。你场地外租有没有外租？有外租有收那个租金的费用。外资数字多少？详细的数字我们请园区。占多少了？比如100场，你们租外租占多少场？我跟你讲，不要给我数据了。你外租当然委外嘛，你自己办活动就不要委外，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请你干什么？包括议座，这当中场地的租借还有分2种。如果今天是我们市府的就是局处，基于这样子市府的互相的合作的话，我们是没有租借的。你市府局处用几场嘛？你外租几场嘛？你看管理230万是管理外租部分呢，自己办的活动我们自己去的，对不对？要不要别人管理呀、啊？不要办理租借啊！我说你这样委外划不划算？是不是这样子而已嘛？你听懂了吗？事实上，以客家事务局这样子的一个公务人力是没有办法会没有办法经营这个管事的。你才几亿的经费啊？我们目前委外多少啊？
科大人事金额六七千万，剩下多少啊？我跟你讲啦，不用委外就不用委外，你请两个人来专门办理也可以，不要230万的费用，对不对？而且这个活动占一半以上啊，你好好检讨一下啦，明天不要这样编了。45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我请教一下啊，那个在你105年的预算当中呢，有一笔针对客家文化馆文典室的这个恒温恒湿的典藏计划，编了200万，可是我在今年你的预算里头没有看到这一笔，那我是有点奇怪，那你是这一笔没有执行吗？你们是把它追减了吗？你们是把这个案子给删除掉了吗？就是废除掉吗？因为我们预算有给你通过，那可是呢，如果今天你要成立一个文典室，要恒温恒湿，要典藏这些东西，那你106年应该也要典藏啊，那你106年应该也要恒温恒湿啊，那为什么你既然105年办了这一笔200万的预算，然后要恒温恒湿？到了106年就不需要恒温恒湿了吗？他就可以继续典藏下去吗？所以你这个计划到底有做还是没有做？不好意思，这个是恒温恒湿，我们建编的时候是一些设备的一个建制。那执行的部分，我请园区经营科长来回答。对，不好意思，这个部分哈，今年会执行完毕，所以我们明年就没有再编列预算了。那是什么采购设备吗？主要是恒温恒湿的设备。那我们园区里面有差不多12坪的空间，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财务的采购哈，来建置一个新的设备的环境。那你这个采购完毕了吗？这个今年会执行完毕，已经都上完，已经都在执行当中了。现在进行到哪个步骤？现在所有的这个设备已经建置完成了，那就是在后续验收的阶段。所以这笔财务的采购完毕以后，设备的采购完毕以后，在后续的部分就不需要再有编列任何费用吗？也不需要管理维护费用吗？这个案子会有后续的保固的就可以去做执行。所以在保固期间不需要编经费，所以106年不用编。所以你的意思是说107年以后才开始要编，是这样吗？先透过保护的方式来做维护就可以了，不用再先编预算。所以你们的保护是多久时间？几年？啊？两年。两年。是。所以两年内不需要编这个维护费用。是。哦，好，谢谢。好，那请你把这份资料再一样提供给我，谢谢。好。45页有没有意见？鲁明哲议员。好。谢主席啊，因为今天最后一页了哈，那我跟这个局长啊，拜托你一下啦，因为后面的中继表虽然没有审哦，前面的就带过了，后面的第51页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啦。去年呢、花了36万出国嘛哈，今年出国两次，加起来135万，成长将近4倍了哈。那我觉得客家数据当然啦，我们觉得说你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也觉得啊，因为这边我不敢讲说这个。百废待举倒是没有，但很多事情要做了，很多的一些问题要做了。那你说你要，花很多的一个精力哈，因为我看到这么多的局，大概你同一科你要出去日本一次啊，日本一次，去美国休斯顿一次，总共135万的一个经费预算，其实我觉得有点过了。但我理解，客家乡亲全球都有，你要去哪一国你就随便点，哪里。都有3人以上就成一个团体，都可以去拜会。可我觉得那个全世界性的，是不是能够留给中央级的客委会？可不可以留给这个？你说我们来做一些国内的各客家团体，我们去互动，南南北北大家互相交流，以台湾的经验互相可以学习到。你那怎么做的比较好？我做的比较差，这个东西你应该学我的。我觉得在台湾交流会比较多了。那你这个部分，纯粹去美国花90万，我觉得我是觉得。不见得有这个必要。那局长，因为我已经连续3年了，从过去啊，因为中央市场最后一任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对岸广东啊，台商有一个他们那边全部啊唯一的客属会，大概有200多位的台商在对岸打拼啊，很多很有成就，很多很有成就，回来也在地方桃竹苗也非常多。他们那天很辛苦，
他每一年就办一次，就是那边台商的客属会的一个交流活动。我想很早我跟副局长那时候副局长那个不管是前朝这一朝，我们真的那时候讲过了。但是我每一次去啊，我去三次啊，其中两次新竹县县长本人到，苗栗县长本人到，换了包括换之前换之后都本人到。那台北市是客家台北客家事务局的局长，哇，都很重视。然后我有一阵就变成说啊，你算桃园的，其实我哪算啊，我算桃园，因为做过中立市市长，可是现在因为是市议员啊，我是觉得真正那边客家乡亲现在大家知道那个气氛也不好，在那边拼了，其实听说也有邀请我们很多啦，哦，那如果说在他回来再看客家乡亲有非常多是我们桃园市的台商，而且全部都是客属，那每次看到都是其他地方去，我们到目前我干了三年，我们完全没有去，也没有派科长，没有派任何人去，我觉得不好。你今天你没有编，我希望你明年再编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参与一下，可以吗？嗯，好的，谢谢议座的建议，跟我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去年我们所带的好，好，那个四十五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客家事务局预算审查完毕。那个各议员哈，因为我们研考会在这边已经做很久了，我觉得我们是继续把他们预算审完。其实我坐在这里，平常没有，现在剩下到十七号剩没几天，我们的还好多。那个议员，因为前一两天哦，省的预算只有省一个局处都没省完，所以我坐在这里其实也蛮辛苦的啦，好不好？那我们继续再审了，因为还有时间哦。好，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的预算书在第二册，就最大本那一册哈。那研考会呢，除了他会里面的预算以外，还包含的资讯中心哦。那我们从研考会绘本部的预算开始审查，请各位翻到第二册的2-02-9页，02-02-9页，研考会的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好，第二册最大本最大本那一册。2-02-9页，2-02-9页。好，各位议员。好。研考会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3982万1000元，页次。第九页到十二页有四页，从第九页开始审查。好，请鲁明哲议员。这个我直接叫副秘书长哈，秘书长，这样哈，我这样对整体预算呢，其实我是真的很有意见的哈。我们议会不分党派，跟你请教市政顾问，去年你没有给我们一份是开放性的资料。当地址电话我们当不要有个资法，我不懂我们议员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你们聘的私人顾问发了证书的，当然你要用我们其他管道去查，我们是查得到，但是怎么这么心虚跟你要一个你们聘的私人顾问，到底哪些人他的学经历姓名学历经历，你们给我什么副秘书长给你们要，你知道你传给我是什么吗？不有，如果你有这么心虚你就在这边承认，是不是你们聘的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见不得光的人？你给我什么？你给我400个名单，只有姓名的。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很没有水准啊，是有怕到这种地步吗？是我们，我觉得你这样都有侮辱所有的市政顾问哦。还好我大概中间有50-60个名字我认识，很多都是很不错的啊。可是问题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部分？
有紧张到我说地址电话不用给我们，你聘证多少市政顾问，他的基本资料、学经历、做过什么事给我们。副秘书长，请问一下，我现在郑重再跟你要一份，有没有办法给我们议会所有的同仁？好，我跟卢议员报告。第一个，这件事情是后来几天我才知道。那知道之后，我当时是觉得说怕很多这职称哦，这样那造成误会，所以我自己就决定哦，决定说只给名字啦。啊，当然这个之前都给过。那我现在议事殿堂正式跟你要我们现在所有还存在的市政顾问哦，他的我讲地址电话不要给我哦，他的一个基本判决经历。请问一下，在这边跟议员抱歉，可不可以给？可以，可以，我可以给。抱歉了，之前是想的比较多。好，谢谢。好，第九页有没有意见？第十页有没有意见？十一页有没有意见？十二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综合规划工作预算金额1239万5000元，页次13到15页有3页，从13页开始审查。13页有没有意见？14页有没有意见？15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为民服务工作预算金额3860万8000元，页次16到18页有3页，从16页开始审查。16页有没有意见？17页有没有意见？18页有没有意见？接下来管制考核工作预算金额423万9000元，页次19到21页共3页，从19页开始审查。19页有没有意见？20页有没有意见？21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是研考会绘本部的预算，接下来是资讯中心，请各位翻到后面的02-03-10页，02-03-10页。资讯中心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3547万2000元，页次10到11页有2页，从第10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第10页有没有意见？11页有没有意见？接下来是规划发展工作预算金额4597万8000元，页次12到13页有2页，从12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12页有没有意见？13页有没有意见？陈美美议员，主席好，我想有关于哈0306的哈那个资讯软体的有两笔哈，一个是建置106年全市高解析度的那个卫星影像，还有桃园市政府 VR、AR、3D 导入先导应用计划，可以说明一下吗？好，第一笔有关高解析度那个是我们有一个地理资讯仓储系统。那仓储系统需要有整个桃园市的最新的卫星影像，那作为底图在用的，这第一点跟议员报告。第二个是有关 ARVR， 这个是针对我们现在整个智慧城市的发展，那市长希望我们资讯中心针对 ARVR 能够建立一个平台，然后让各局处大家来学习来应用，来增加整个市府对这方面的应用，那大家经费都会派在各局处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工作上面。可以提供相关的详细资料给我们吗？好，没问题。好，谢谢。是，十三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是应用服务工作预算金额4122万3000元，页次14到15页有2页，从14页开始审查。14页有没有意见？15页有没有意见？那个郭丽华议员，那请问一下那个副秘书长。是。你在那个智慧运筹管理哦，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置哦，这个830万是做什么？这部分主要是现在在云端的科技这么发达的时候，所有的一些县政的一些重要数据，不管是交通、治安、环保，那这个部分市政方面吗？对对，这个都完全指的是都是市政。那我们现在都有这些监视器、这些 sensor， 我们这些资讯希望能够用做一些大平台的运算，所以需要租用大平台的一些硬体，需要一些委托专案的专家学者哈、学术机构帮我们做分析，那将跑资料的一些费用。那你的上面的一笔1869万4000哦，这个共通网站管理啊，这个跟下面这个有什么差别？不一样，那个是网站的部分。我们现在建置整个共通网，全府的网站通通在资讯中心一起做。
那今年特别跟你现在在做的智慧城市的建制一样吗？这是智慧城市下的另外一个计划，是我们有45个英文网站。那我们不是无偿的给，已经有无偿的厂商。没有，这个是网站，是市府的网站，市府的英文网站，我们全部资讯中心帮忙做的建制经费。哦，这样子。是。好，谢谢。好，第15页还没意见。好，接下来设备网络工作。预算金额1亿2184万1000元，页次16到19页有4页，从16页开始审查。16页有没有意见？17页有没有意见？18页有没有意见？19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研考会预算审查完毕。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议员，谢谢。那么，各位议员，现在散会哦，明天早上9点准时开会。